阿姨，你在什么意思啊？？是啦，是有较紧急淡薄啦，来。 白纸，白纸啊，狐狸，你看一下。江总裁在无外久进前，就主动讲要跟咱签合约，伊想要甲咱吴吉生去绑掉的。即摆因为未来村工程已经进行啊差不多啊，我都等到安波罗这侵权官司有结果，再做决定。这合约是对咱有利的。 咱当然签嘛，虽然讲你看时间有较慢啦，但不过啊，你看不差。要签这种合约，我这个执行长完全唔知影，会互我认为讲这是临时发生的代志。执行公司家己内部的矛盾，我也是卖入去。若无杨总裁真有可能会超过伊转移重点，甲问题牵拖到我这里。 安尼，张俊南一定都无法度甲代志母好清楚。你即摆是咧怀疑讲这合约是假？你详细看者，顶关时间是江总裁带伊前几工签的，顶关伊的签名用印拢是真的。你是怀疑啥？你即摆讲我袂出事，阮甲怀疑集团从前假合约来骗你。我问你啦，这个骗局除了会当互大家趁钱以外， 你有啥物损失？你敢有需要来气不服来质问阮？俊仁，卡出来认为讲阿姨啊跳过你，直接去签约，啊，互你无面子，阿姨第一只，甲你核实嘞，安尼敢袂用？是啦，大家拢是家己人，阿姨是公司的总裁，回来处理嘛是同款。 你是去啥？我唔是去恁跳过我，无尊重我娘娘。我是感觉哦，处处拢有问题。甲咱签约的是环宇集团，唔是未来层甲咱签约的。这发布会敢有准绳？好啦，就算讲其他股东无同意，嘛是环宇集团赔咱钱，咱敢有损失？啊，不过对张超越无公平啊！伊才拄担任环宇集团 的代理总裁，就爱应付这种无公平的合约，伊是要安怎面对？还是股东对伊的质疑啊？原来讲几波，你是第一唔甘张超越哦，俊仁，你唔通袂记哦，咱家是一家人呢，啊，你来搁第一，甲张超越当作是你家己亲人共款。俊仁，你唔是讲过啊？ 你即摆已经会当好好控制家己，袂受到江英团的影响。我靠，肯定哦，头脑放较清楚的，莫有身体的本能，肯定行，你若袂去，你甲感觉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莫甲家己人讲甲遮尔重要啦，你才是上高糟蹋家己人的人。你咧讲啥？你讲这有啥意思？阿姨。 我原本无想要讲的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做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人。阿姨，伊明明就知影陈东俊甲蝴蝶在头来暗去，伊超工带少怀去饭店，亲目睭看到蝴蝶甲陈东俊的黑白来，让少怀伤心痛苦。少怀这么单纯呢，伊哪会当忍心安尼伤害伊？ 阿姨。 刚刚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！凯勇已经跟我讲过啊，我当然嘛知影。阿姨，你哪会当安尼用阮伊迄上下扫坏啊？我可会当安怎？要污骂扫坏一世人？阿凯勇无跟我讲，就大主大伊去做这件代志，我嘛足生气的啊！要唔过会当？
和少怀看清楚蝴蝶的真面目，和伊甲蝴蝶来离婚。阿尚知影，才一点仔效果咯。阿少怀看到真相，阁无想要放弃蝴蝶，我嘛真头疼。哎，总是爱有一个人讲出真相，我安尼做是对也唔对？你讲啊，我是利用亲人。真正是讲袂通呢，阿姨啊，你安尼做是怪离谱啊啦！你哪会当用讲，安尼欺负少怀，你安尼唔是对少怀好，唔是甲点刺，是咧刺激个，是咧伤害伊呢？你阁知影你家己要疼惜少怀啊？卡算来清楚，你家己是姜启勇，你就袂安尼干那疼惜少怀。啊，姜家的人你拢无要顾啊！啊，若拄到代志，你的心搁第一向外人。湘君乃是姜启勇，杨总裁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我看你喏，这是看状况，把我当作是姜启勇。需要的时阵是启勇，无需要的时阵是将军兰。若是有一天我无利用价值，恁就把我当作是外人，一个甲恁无关系的人。我甲你当作是啥物人？不要看你家己表现，卡说你也手骨一直向我，啊，规天干来找家己人麻烦。我那对你哦，才多好啊，娘啦。启勇，阿姨是长辈，甚至名义上是咱的妈妈，这款态度，敢对？不是，那是我无利用的价值，恁就别把我当作是亲人，所以才会处处冤枉我。什么都袂对我坦白，孩子，甲你等着啊！原来你发脾气的是这模样，看起来这个人心内有足侪污浊代志。所以一受到刺激，就会产生火山爆发感觉。甲你惊着啊？我确实惊着，啊，不过不是因为你发脾气。那呢，是为什么惊着？拄则伫个饭店休息室外口，我有听到游泳总裁叫你姜启是安怎一回事？你不是跟我讲姜启勇已经死啊？是安怎杨总裁安尼叫你？你莫跟我讲，伊是叫唔着名，因为你嘛是安尼用伊，应该足顺的。你看会当跟我解释一下，这你到底是啥？唔对，我就是姜启勇。哪有这种代志？简单来讲，我想把咱身体活落来。而我们换这件代志，是因为这是无极微波的机密。伊当阵我当兵进前，我研发一种会当把人的意识转移的晶片。不过这个技术并不成熟，嘛无经过人体试验，而且还牵涉到法律，还有伦理道德的问题。所以就无对我公开啊！你莫对我简单讲，你敢会当讲较清楚的？你是安怎为姜启勇变作是张君兰？彼当阵我白狗剩一口气，不过就算是跋一赌，把我的研究用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恁阿兄把你的意识转移到？你即马即个身体的头脑内底，我利用即个健康的身体，一直活到即马。啊，你讲我好得理解。你的意识转移到即个身体，啊，那安尼即个身体原本是啥的？啊，伊的意识嘞，伊的意识到倒位去啊？之前听着我是姜启勇，拢已经叫你着惊。
若是我哥甲伊坦白，即个身体其实是江英团，可是拍算利用伊个面来保护尴尬，伊绝对无法度接受。阮哥迄个时阵伫咧病院内底找到一个功能正常，通过何家秀放弃的植物人来做试验，若是要到位研发，肯定成功啊！我真正想袂到，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种代志。我嘛想袂到啦，我们若是研发这种技术的人，可是亲身落去做人体试验的。所以哦，证明讲这个研发是成功的。这个世界上真正是啥物拢有。我才拄知影，江道行的灵魂专心受命，然后阁是你的意识旧体转移。不管是玄学还是医疗科技，真正是让我料想不到呢。其实我无想要你提江道行来跟我比啦，因为安尼我会感觉到你认为我甲伊是同款的，是会做出迄种违背伦理道德、失礼待的怪物。我不是迄个意思。一般的人哦，若是拄到一种神奇的代志，一定会感觉真惊吓、真害羞，甚至拒绝甲阮这种奇怪的人接触。所以，你若是想要离职，我袂做动。惊吓？陈博士，你真正想过看我无？我林子清活到今嘛，什么大风大雨唔捌看过，我敢有这么简单就惊着？你唔惊我？袂啊！我顶头感觉恁阿兄做了袂歹。这江道行为着要性命，四界害人。虽然讲你的意识旧体转移嘛，算是用医疗的方式去转身，啊，不过你活落来了后，你是一直在做好事。先卖讲你用你的专业救偌济人，但是最近阮要互人喊牌，嘛是因为你的解剖报告。会当回世千万亿，也够超越因这群人，会当平安度过，你嘛有功劳。所以你会当活落来，对这个社会来讲是有足大意义。我就是讲，你袂接受这种代志。虽然讲我这个人真正就好大胆，啊，不过拄听到这种代志嘛，是需要时间消化者，不怪呢。我之前都一直感觉很奇怪，你这个姜家客家怎会比你阿兄对姜家更加失踪？我现在总算是想通了，原来你真的是一个人。你哦，你一直在替我说好话呢。你别忘记，我现在是领你的薪水呢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理解我？之前我说我们是同一种人，其实我说不对。我只不过是高明陪我伫这个世界上，弟弟，你用别人的身躯活落来，却连家己是一个天才少年，拢无法度代代方方的成立，连做善事拢会黄黄呀，真正让人种唔甘的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留伫你的身躯边，好好保护你，对你不离不弃。所以你愿意继续做我的助手？你不愿意？你莫想讲用这件代志把我赶走，你搁欠我一届人情，莫讲话无算话哦。我会行你啦。乖。安怎？即马甲事实讲出来了，你的屋主透较开无？以后莫搁生气啊！替你整理办公室，不是我的业务范围，这是例外。